都是老问题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死拐拐，就是这个死弯弯，油门加大呀，它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退回来，脚感绝对是打闪闪。还说跟一皮哥录个视频，看他怎么转，结果他一盘子就上去了啊，牛逼呀、啊，真的是牛逼。